下我们跟小姐姐玩好吗？你们不是想看我和比心小姐姐玩吗？比心小姐姐厉不厉害呀？万一比我菜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很菜？想看吗？想看吗？比心小姐姐 ，OK，我们今天已经找了两个比心小姐姐，准备跟比心小姐姐玩一下。不，不看也不行，我钱都已经付了，没有套路可退，没有退路可，没有套，没有路可退，因为我已经付钱了，想看吧？好，我们今天点两位小姐姐。啊，尝试一下好吧，万一很牛批呢？啊，我先跟他打个招呼好吧。可是我跟女生应该说什么呀？天呐，我跟女生应该说些什么呀？他会不会撩我呀？他会不会撩我呀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Hello，小，Hello，哇！你声音好好听啊，哈哈，你声音也很好听啊，我超喜欢你的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好，知道你喜欢我，但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爬爬，我真的啊，真的还好爬我爬，做了陪玩，不然我就遇不上你了。爬爬，爬爬这个名字好熟悉，爬爬爬爬爬。爬爬哦，爬啊爬，爬！哎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叫什么石狗的男生玩过？玩过几次做推广的时候，不过没关系，那都是不重要的人，你比较重要。哦，这样吗？哦，好嘞。但是我听说你们好像经常一起玩呢，是吗？有没有没啊？有呀，对，哦，主要我和他玩，主要就是为了接近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闻到一种很奇怪的味道？我感觉你不会是个百合吧？你一直在这里，那个，对呀，你看你一出来，空气都变甜了呢。我的，哎，你声音好好听，哎呀，好，看来是这样哦，原来你是比较喜欢我是吧？那就好，对，好。好嘞，对，那我其们他原因先都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听到了没啊？其他的都不重要，这不重要的人就让他们去了好吗？就散了，OK？那我们就两个人，就今天过一下我们两人的二人世界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嘞，那你把你 ID 发出来，我就拉你。哎，好巧，我们俩竟然，哎，你看我们俩的名字 ID 前两个字都是一样的，哇哦！都是，哎哇哦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好巧哦！是啊，哎呀，可以可以，那我就叫你爬爬。嗯，叫我爬爬就好了。好，